古灵精怪，凡事自己做主。可不可以去旁听一下？那 PPT 是我。一楠，咱们部门没事情干呢。外表冷漠，内心戏却很丰富。我知道你看不惯我，但你也不至于偷东西吧？没拿，线不错嘛。看在你救过我的份上，我是不会告白的。秘密的橱柜里究竟封存着什么样的过去？李兰的死是跟那个女人约会造成的，跟常理就没关系。普法栏目剧《橱柜里的秘密》上集正在播出。张编辑，美丽姐，我真的我一点我都没偷懒。我从昨天晚上九点多，我一直盯着他，今天早上六点，我饭都没吃。我现在全身上下就一个沙琪玛，我已经决定了，我要保证熬夜完成。对不起，我不好意思，上班要迟到了，不好意思。兰姐，兰姐，您的咖啡啊，谢谢。兰姐，这是我刚买的糕点，是吗？好啊，辛苦了啊。不客气。兰姐 ，PPT 做好了呀。PPT 哦，做好了。现在各部门老大已经到会议室，就等你的精彩演讲。啊，行，知道了啊。来，我们给兰姐啊，诸位。好，兰姐。超哥，你别着急啊。我能不急吗？还有朋友开会了。你怎么现在才来？我那个，我有一个人。把资料给我。好。那个超哥，我想再完善一下。小梅，这个演讲你做。超哥，我可不可以去旁听一下呀？那个 PPT 是我。哎呀，叶楠。咱们部门没事情干呢。张总的办公室电脑出问题了，你去看一下。谁啊？张一达呢？张总，他开会晚上才回来。
家乖乖的，爸爸一会儿就回来了。手机呢？拿出来。我没拿。刚刚就你一个人在办公室，我手机就放桌子里边的，不是你拿的还能是谁拿的？你会不会是自己放？超哥，我刚刚手机放办公室了，现在手机不见了，就他一个人在办公室。我没拿你手机。我说，一楠，都是一个公司的同事，不小心拿错了。出来就算了，别到时候我调了监控，找了保安，给搜出来了，那我可就不客气了。我知道你看不惯我，但你也不至于偷东西吧？你拿不拿？你要不拿，我调监控了。我没拿手机。你，哎，我这捡了个手机，谁的呀？你们谁的？在会议室捡的。我的。怎么说是你的呀？阿姨，我设置了密码的。我说你这小姑娘也是，自己不小心把手机弄丢了，你怎么能随便冤枉人呢？没关系的，你手机找到了就行。联合起来欺负人，太不像话了。阿姨，你不是说你腰疼吗？这个药擦了挺管用的，你拿去擦。谢谢你啊。哎呀，真是。没事了，阿姨，先去忙吧，真的。哎，掉收视率啊！哟，什么风把我亲爱的姐姐给吹来了？什么指示？你一天到晚在家里边干嘛呢？很明显呀，我在生活。
都吃些什么呀？天天吃外卖，也不好好找个工作。哎，姐，我网络小说家，点击率很高的。哎，你看坐的地方怎么样？我坐哪儿啊？姐，来坐这儿，这儿是这屋里边最神圣、最干净的地方。来，姐，请坐。怎么了这是啊？得，我算是看出来了。是什么烦心事儿，让你到我这儿撒气来了？说吧。姐夫外头有人了。少跟我油嘴滑舌的，有那个闲工夫管我的事情，不如自己去谈个恋爱。要么是丈夫出轨了，要么就是早更了。看您这面相，八成是两样都占上了。是张扬的事情。张扬的事儿啊？张扬不挺好的吗？哦，早恋了。不早了，姐，17了。就不该来。哎，姐，这么着急走吗？不是问你要钱，我是想着多聊两句。哎，姐，我真不是问你要钱啊。行了，好了。哎呀，谢谢谢谢，真是太好了呀！没事，我都跟上面反映很多次了，都没人解决。哎，来来来，哎，吃饭吧，我自己做的。来，我们一起吃吧，啊，别嫌弃。那我不客气了，哎，拿着。哎，阿姨，我问你个事儿啊，那个张总的老婆你了解吗？哎呀，那女人呐，凶得很。凶？为什么？她怕她老公被那个小姑娘拐走了啊！她老公事业做得那么好，那么大，担心呗。晚上想吃什么？昨天的事儿没告诉别人吧？什么事儿啊？我那个女儿啊，是有点不让人省心。叛逆期都这样的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易南。既容易还困难，你父母挺纠结呀。是楠木的楠。好了，张总。开个玩笑，你去忙吧。走，你放开！那个女人有什么？你放开！我求求你，看在孩子的份上，你真的忍心让女儿没有爸爸吗？
求求你，求求你给我们的女儿一个完整的家，好不好？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。小姐，需要点餐吗？一会儿点。我们这里是需要低消的，如果你想蹭网的话，请去别的地方。你也在这附近上班？我，对呀。看什么呢？电影。哦，行，那不打扰你欣赏你的。我这看的是正经电影。他喜欢在别人冲撞到他的时候，偷拿那个人的一件东西，而且很熟练，非常熟练。在家呢，妈，你怎么来也不跟我提前说一声啊？这两天呢，眼皮跳得厉害，过来看看。这怎么了？手怎么了？没事儿，就是那个碎玻璃渣划了一下。说你这孩子怎么不小心呢？深不深呢？真没事儿，我自己去弄一下。
公室电脑坏了，请帮我看一下。好。知道了。啊、哦，真烦人！三楼的电脑又坏了。我去。哎，小南在这儿。哎呀。哎，我说，这个星期你怎么天天都在加班呢？啊？是不是那对狗男女，他们又欺负你了？我妈来了，我不想回去。哎呦，我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呢，怎么都这样？你妈……阿姨，我先去会议室了。张总，张总，张总，是张总。你醒了，我已经通知你的家人了。你怎么不征求我的意见？啊？算了，说就说了吧。你什么情况？你怎么也整晚整晚的加班？你参加竞聘了吗？超哥，我想报个名。你想去？嗯，我想争取一下，毕竟三年才一次。一个部门呢，只能去一个人。我已经决定了，小梅，你好好琢磨一下。没，部门只有一个名额。行了，你不用参加笔试了，直接面试。谢谢张总。老张，老张，你没事，你没事吧？啊！你说你这么大把年纪了，心脏又不好，怎么不好好的加什么班呢？没事儿。赶紧，这儿是医院，你小点声行。张总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爸，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啊？把我跟妈妈担心死了。最近你们张总天天都加班吗？就你们俩加班？我路过的时候碰巧看见。我是不是在哪儿见过你啊？你是哪个部门的呀 ？IT 部的。最近公司忙着搞年会，所以每天都整得挺晚。没事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说话就不耐烦，这要不是我，你能上那么好的大学吗？跟你爸呀一个样，不爱搭理人。你知道我爱说话，爱聊天，整天都是一句话不说。你们俩这样啊，能把人憋死。你说你爸这要在，也得快60了吧？哎，你说怪不怪？
你爸走了这么多年，我真是一次都没梦见过他。妈，我明天还要上班呢，早点睡了吧。行，睡吧。这是这么大杀气、啊！谁又惹着你了？帮我查个人吧。不是姐，我是一个作家。我给你卡上打了2万块钱，要是查出什么的话，我再给你3万。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，姐，这个专业领域不一样啊。姐夫有问题。哎，姐。说到这儿，你别说我不帮你，我觉得姐夫挺好的，你总觉得人家有问题。西莫，我们俩从小一块长大的，姐姐就我这么一个弟弟。你对我很好，姐，这些话你说了无数遍了，我都会背了。行，我帮你看看。啊，我先看看。谁呀？这么……姐，我被你感动了，这事儿我帮你办。但是你先告诉我，这人是谁呀？他是你姐夫单位的一个员工。当我每次单独跟他见面的时候，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。什么感觉？就感觉好像在哪儿见过。啊，那这感觉挺深奥的。喝口咖啡压压惊。你听说了吗？一楠啊，竟然放弃了竞聘。好奇怪，他直接拒绝了面试。我听说啊，他跟张颖达有个一腿。那就难怪了。你知道吗？他们部门以前的领导都被开除了，听说是乱搞男女关系。张总，怎么样？这办公室还满意吧？张总，其实呢，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想要跟你说。你知不知道你老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？他勾引别人老公。一楠，你在干什么？害得别人家破人亡的，结果呢，自己拍拍屁股就走人了。难道你也想变成甘霖吗？张总，怎么样，还满意吧？我女儿今年也17了，经常给我惹事儿。只要她一出事儿，我老婆就来找我闹。等有时间，我介绍她跟你认识一下，你也帮我劝劝她。行，你忙吧。啊，对了，以后我们全公司高层的电脑都交给你来负责。好。
知道啊，反正就摔了呗。那现在严不严重啊？现在不严重了，要不你进去看看。明明，西敏，我的儿子。西敏，姐，你是不是骗我？姐，我拜托你以后能不能别再用这种方式骗我来见他？他是你爸。你觉得他拿我当儿子了吗？西木。 你知道我从小没有父母，我在你们家长大的，是你的父母把我养大的，他们对我很好，尤其是你爸，他是个好人。那是因为你争气，我不争气。还有，他觉得就是我，孩子他最爱的儿子。 老师，你看看吧，他把我儿子打成怎么样子了？张扬，你说说吧，为什么要打他们两个？老师，他们两个欺负同学，我是见义勇为。
你还见义勇为？你还有理了是吧？赶紧给他们两个道歉。凭什么呀？我又没做错。老师，你看看这孩子这么没教养。阿姨，我有没有教养不用你来管，你好好管管你儿子吧。说什么呢？你说什么呢？我才要教养呢。你看看你女儿啊，你看看她，你都穿些什么呀？你校服呢？丢哪儿去了？还有你那个带的什么东西？狗链子吗？亚宁，你小点声行吗？这是公司。你还知道小点声啊？你女儿在学校里面跟别人打架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就她这细胳膊细腿的，能打谁啊？张一达，你能不能关注重点？重点不在于他细胳膊细腿，在于他跟别人打架了。你现在全职在家干什么？就是为了照顾好女儿啊？你这话什么意思呀？你意思是说我没照顾好她？行了行了，有什么事儿咱们回家再说，行吗？别在这儿吵。我回家跟谁说呀？我，张一达，你一个星期五天在上班，两天在打高尔夫球，我回家跟谁说？阿姨，来来来，我今天多做了饭，咱们俩一块吃。跟你说呀，那个张总的老婆来了，在办公室啊，又吵又闹，可凶了。阿姨，你怎么这么八卦？你这儿安静。他们呢，应该会吵上30到40分钟，别打扰他们。我妈怀疑你呢。怀疑我？怀疑我什么？女人嘛，能怀疑你什么？不就是你跟我爸有一腿吗？你比我妈想的复杂多了。是吗？从我第一次见你，我就知道，你不是一般人。我爸不是你的菜。既然你分析的这么到位，那你分析分析你妈呀。你不会是看上我妈了吧？我劝你不要啊！我爸可是拯救了全宇宙的男人。你妈这么可怕，河东狮吼，夺命连环口，再加上24小时的精神控制，你说恐不恐怖？我要送他出国。他才多大，你把他一个人扔国外？国内已经没有学校要收留他了。那这样，咱们跟孩子再商量商量。不用商量了，我已经决定了，现在我就去联系学校。少阳，少阳，明明，你怎么才来呀？你可是好久都没来看我了。我想你啊。明明，你就不要再离开爸爸了吧。我不是西明，西明早死了。他是怎么死的？7岁那年，他跟我去游泳，淹死的。是你，是你害死他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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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是，他是你儿子。我不是。
喂，姐，怎么了？喂，西木，哎呀，我跟你说，张扬不见了。再等等吧，没准一会儿就回去了。哎，我交代你的事情，你办了吗？你正查着呢。哎，对了，姐，你听说过东河县吗？东河县？你问这个干嘛呀？没什么，我就问问。行了行了行了，你赶紧给我找张扬去。行，没事，我挂了啊。故事中我们看到古灵精怪的易南并不像他看起来的那么快乐，每当他遇到让自己不开心的人，就会偷偷拿走对方一个东西锁在橱柜里。易南用这样的方式平衡自己的情绪，小心翼翼地掩盖着自己内心的脆弱和敏感。然而甘霖的出现打破了易南维持的平衡，让他不得不去面对那个一直没有痊愈的童年伤口。年幼的易南曾经亲眼目睹爸爸在和甘霖约会的路上出车祸过世，独自抚养他的母亲总为了节省而遭受旁人的讽刺，让易南在屈辱感中长大。现在甘霖还没有认出易南，而是怀疑易南和自己丈夫张义达的关系，因此拜托弟弟西木调查。西木一直对易南有好感，现在抓住一个进一步了解的绝佳机会。随着西木一点点揭开易南的过往，甘霖该如何面对易南？而易南内心紧锁的橱柜又如何才能敞开？请您不要错过《橱柜里的秘密》下集故事。